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30分钟，我们将带你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在民区安泰社区关怀站取名为不老金刚忘忧学堂，其中一堂课是乌克丽丽。长辈们虽然没有乐器基础，但都努力练习。其中一位长辈的女儿还特地从台中寄了一把乌克丽丽给她，让她可以每天练习，很快就完成弹奏一首曲子的心愿。啊，你放松啊，手不要太开，不要太开。关怀站里，长辈们手里抱着乌克丽丽。由于之前大家都没有学过，老师得从单一的指法一个一个教，长辈们都很认真的学习。他中风了，他只有一只手啊，一只手不没有力量，可是他很用功。刚来老师在教我这样啊，这样弹这样。按咪这些哦。对。你现在会按了吗？还不会按，刚刚这样哎，这样在学。像这位奶奶学得还不错，已经可以弹完整首曲子，而她手上拿的乌克丽丽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原来是住在台中的女儿，听说她要学乌克丽丽，就特别把家里的乌克丽丽寄来高雄托斯市场。对，你来这边学会的第一个曲子、啊、对啊、哦、很有成就感哦。对，小孩还特别寄来给我这个。哪里买来的、欸、我这个他是可能他没有时间玩吧、哦、他就寄给我。乌克丽丽色彩缤纷又小巧可爱，虽然只有四个弦，但还是可以弹许多曲子。对长辈和初学者来说很容易入门，借由脑部记忆和手部运动，可以训练长辈们的手脑协调，对长辈来说有很大的帮助。需要比较多的耐性，然后他们的记忆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教过了就是要一直在提醒他们，一直在提醒他们，然后就是他们比较会很紧张，他们会比小朋友紧张，然后不敢表现，那就是要给他们信心，多给他们一些加油，就可以协助长辈他们手脚的协调，因为也有轻微中风的还有比较不方便轻微但是可以自理的老人家，那他们有兴趣我们就排这些课程，对于他们的休闲生活上他们才不会觉得无聊，一天到晚在家里啊，对他们的健康也不好啦。就出来走走。安泰社区在爱河之心的玻璃屋里开设不老金刚忘忧学堂，每周一到周五都有丰富多样的课程，让长辈来关怀站活动学习新事物，身心都会更加健康。社区好新闻，林嘉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台湾地处高地震带，饱受天灾威胁，因此要如何改变建筑结构，增强房屋耐震度是相当重要的课题。为此，高雄应用科技大学长期以来致力推广防震科学教育，已经迈入第12届的土基杯抗震竞赛，今年首次办理说明会，吸引全台高中职校报名参与。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为年底即将举办的土基杯抗震竞赛“斗震来斗震”清楚说明比赛内容与参赛项目。今年将迈入第12届的土基杯，有别于以往些微调整比赛项目。我们12年来第一次办说明会，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到顶来到顶这个部分，我们过去都是耐震啊，耐震就比看摇久的。那我们今年很特殊，加了自震，啊，自震就是怎么抵消这些地震、隔震，那才是真正的这一个抗震的技术。地处高地震带的台湾，每每灾害总带来巨大伤害，因此土基杯抗震竞赛俨然成为全国高中职相关科系关注焦点，教师也将比赛融入课程设计、思考与演练中，让学生得到丰富知识与实务经验。在日本、美国，现在的自震住宅已经慢慢的在被使用了，那台湾开始也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往下扎根啊，给高中高职的同学在专业领域上，在结构这个领域上，能够把这样一个概念能够去涉猎、去尝试。
来自全台各地的高中职校老师带着学生，借由土记杯说明会，更加深入了解比赛规则。每一届都是新的学生，那学生其实如果没有参加过，就算他们看了学长的作品，他们也会觉得没有概念。那今天把那个整个的比赛规则啊，比赛的做法，甚至连失败的作品都有提出来让大家参考，我觉得非常好。这个说明会啊，让我们这个那个主办单位跟老师、代理老师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啊，理清很多这些制作上的盲点啊，还有这些更理解这些主办单位啊要赋予这个比赛啊的一个教育使命跟理念，那回去我们也会传达给学生。由高英大举办的第十二届抗震竞赛将于十月份展开报名，十二月比赛开跑，期盼更多学子相互交流，充分认识建筑抗震结构的各项重点。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着带您来看到三民区振兴里有5000多户，人口超过13000人。由于住宅密集，车辆又多，因此里长沈秀玲当选后就积极奔走，争取设置西贝克的租赁站。原本一直没有下文，但里长不放弃，终于获得主管机关的同意，最快到年底就可以完成设置。届时振兴里就能加入节能减碳、绿色环保的行列。看着眼前这片人行步道，里长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争取相当久的自行车租赁站终于有下文了。这个里区真的很大，密度非常的高，它人口数有14278人嘛哈。那你密度这么高，到了林立的话没有？有时候我就发现他说里面他们要运动，常常会人跟脚踏车是坐电梯下来的，然后再牵上去，我觉得哇，这样真的是很不便民嘛哈。那我就速度去争取这个会刊，然后因为场地受限嘛，一直都没有办法去会刊通过嘛。后来呢，才在第三次会刊有没有，我成功会看到这块的面积，然后刚好它的面积是可以用到16部的脚踏车。振兴里因为人口多，汽机车数量惊人，长久以来里内的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而为了让里民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绿色运具。里长当初就把设置自行车租赁站列为政见之一，如今就快实现了，真的很开心。有这个租赁站可以方便我们里民有没有去搭乘这个交通工具，不用再去骑摩托车啦，或者是说去骑脚踏车过去那边。等于说你可以借用这种脚踏车，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换乘那个大众工具。确定的话，应该是在六月过后，然后到今年年底以前的话呢，一定要完工，因为这个是我的政绩啦。那一年多下来，我一直在追这个区块啦。那后来我就透过我们民政局的副局长，我们的洛邦吉副局长去帮我去追溯这个然后给我一个答案。里长说，租赁站将沿着建民公园的人行步道新建，一共有16台单车。至于问到是否需要提前宣导，里长说，里民早就期盼许久了，可能会供不应求。因为从我上任到现在了哈，我去参加过我们各大的租屋单位有没有？其实那些租屋哈，他们的期待，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个东西如果整个完成，因为他们好期待说，因为真的很少说一个社区里面哈有这种的一个设置啦，他们所以他们蛮期待这个东西的。有了自行车租赁站，不论是骑到科工馆，或是到高一，甚至未来第一个阶段轻轨行经的路线，骑着脚踏车都能够方便抵达。里长期盼施工期不要延误，如此才能够让振兴里里民早点看到租赁站的启用。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高雄市国语文竞赛在上周六举行了颁奖典礼，总共有161位得奖者。今年除了比去年增加100多人参赛，也拥有最多原住民语的比赛。在世赛南北区脱颖而出的第一名得主，将代表高雄参加11月份在苗栗举办的105年全国语文竞赛。耶！开心的和妈妈拿着今年高雄市语文竞赛世赛闽南语演说奖状，她就是今年北区的第一名刘瑞安。可以拿到这样的好成绩，除了开心之余，也觉得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对于即将在11月下旬前往苗栗参加全国语文竞赛，也已经想好准备的方向，把稿子再读得更熟一点，把重点画起来，然后要做一些，比如说有些要快，有些要慢，这样听起来才会生动。我会把稿修一下，因为当初的稿是像比较就是评审对高雄人说，
然后呢，可能要把它改成像对全国人说。在道明中学鼓队所带来的表演中，为今年的语文竞赛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的报名人数比去年多了115人，总共有2300多位的学生、老师和社会人士参赛。在高雄的试赛中，有161人得奖。除了人数增加之外，原住民族语的竞赛也是今年的特色之一。两个原住民族是我们高雄市特有的。一个就是卡纳卡纳富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拉阿鲁瓦族。我们今年这两族也将代表这个全市去比赛。那在全国来说，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展现上也是一个特色，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凸显我们高雄市在地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多元跟族群共融的这个特色。高雄市拥有最多原住民族群的城市，往年在全国语文竞赛中，原住民族语无论是在朗读或是演说上都有亮眼成绩。这不仅是展现高雄在语言上的扎根成果，也是对多元族群文化的重视。在我们学校里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安排一些空白课程或是其他课程来对学生做这方面的这个语言方面的教导，其实孩子的收获是蛮大的。而且我也是觉得说，这个在文化传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我们拉阿鲁阿族来说，他们现在已经面临濒危族了，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语言的传承，能够让孩子懂得这个语言，然后懂得去沟通，让这个文化跟部落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获得世赛南北区第一名的参赛者将代表高雄前进苗栗，参加105年全国语文竞赛。相信这些从世赛中脱颖而出的冠军得主，在11月份的全国竞赛中都能展现出学习成果，为高雄市争取到最好成绩。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哦。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用简单的道具设计成闯关游戏，就可以让长辈们玩得很开心。小港区爱之船关怀站里就用免洗筷、扑克牌、乒乓球组成关卡，让长辈们分组比赛，考验长辈的记忆和体力。第一名可以得到小奖品，输的队伍就用屁股写字当作惩罚。翻开扑克牌，要找到两个数字相同的成双成对才能够过关。关怀站的长辈们一起完成篮球高手、筷子达人、成双成对、乒乓球神射手的闯关游戏，紧张又刺激。7、8、9、10。看似简单的游戏，其实都是训练长辈身体各部位的功能，手脑协调，还有眼明手快。但是又不能太贪心，不抢快，不然就会欲速则不达。你翻的时候要怎么样？记起来，记起来，记它的位置，记它的位置，记它号码，也是会一点点忘掉了。没关系，要多训练多了。那个乒乓球，乒乓球、平常有在打，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平衡的诀窍或者那个动作或什么、应该平常打球就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因为它一定有一个功效跟目的在。比如说我们成双成对用的是他的脑筋，乒乓球用的是他的平衡感，篮球用的是他的全身肢体的律动。那神射手呢？其实老实说，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但是我们的游戏里面一定有它的目的，但一定也有它的趣味性。那我们是透过这种趣味性来鼓励长辈，不断的自己在家就可以去玩，甚至来我们这边玩，我们的
道具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长辈来使用。长辈们分三队比赛，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关卡，大家像小朋友参加运动比赛一样，在一旁加油打气，一关闯过一关，希望拿下第一名。其实我们设计这个游戏哈，主要是要以团队的概念下去做。好，那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知道，其实现在虽然我们年老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鼓励他出来就可以进行社交，可以接触我们社会，不至于说在家哈会感觉到无聊孤单。准备哦，写自己名字哦，预备开始。结果是第二队获胜，可以获得小奖品，输的两队要用屁股写字当做小小的处罚。平时在家里，长辈们也可以用这些简单的道具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和体力，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市府劳工局训就中心委托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开设一般机械操作人员的培训课程，对于想要从事制造业的民众来说，提供了一个职业训练的管道，不仅可以培养专业技能，也直接辅导考取证照，让学员们都觉得非常贴心又实用。如果他有异常的话，会一高一低。什么叫一高一低？一群人围在对高机旁，仔细聆听老师的解说。这是市府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委托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所开设的课程，从最基本的保养到实际的操作。要让这些学员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并且取得证照，进而找到工作。培养一个第二专长啊，让以后的就业比较好就业，这样去完之后还是希望说可以在自己的就业上有所帮助，这样至少要有一个专长或两个专长，这样子会比较适应现在的社会的需求。高雄市重工业城市，尤其是制造业，像是堆高机、天车还有固定式起重机的操作人员的需求，往往都是供不应求。为了能够解决产业缺工的问题，也要帮助待业或是二度就业的民众顺利找到工作，特别开设相关职训课程。那堆高机目前就今年2016年来讲，大概是那个教育训练资讯网里面，那个证照询问度大概是热门度是排行第四名啊，在使用的那个率非常高嘛。那同学们如果参与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结训之后，能够取得堆高机的技术证啊，我想基本上要找到相关的工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另外固定式起重机呢，在制造业里面，在做物料搬运里面，尤其是钢铁或者说有物料比较重的啊，使用的非常多啊，所以我们搭配这两根证照出来之后呢，可能他们在制造业里面会有很好的一个就业的机会。东方亮啊，左北。无论是天车的操作还是固定式起重机的运用，这些老师都是拥有实际操作经验超过10年以上，除了原本法定的时数之外，还会加强3到6倍的实习时数，就是要让学员们在操作方面可以更加的精实。历年来也培训不少专业人才，也都获得不错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学长学姐们大概也有人在像也有人去中钢上班啊，那什么中鸿啊，很多钢铁厂，然后那中龙也有，好，然后当然也有在高雄港里面去工作的哈，那也有些同学其实现在也都兼任他们企业里面干部的一些工作哈，啊，所以我想这可以证明这两张证照对他们来讲的确是非常有的帮助。每位学员都很专心上课，就是希望可以尽快学会相关知识，并且可以实际应用在职场上。而这个职训的课程除了可以学到基本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能够直接辅导考照，就是最令学员感到贴心又实用的部分。这个是有后面有辅导考照的部分，这个是最好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在我们提供去求职的时候可以直接有证照，让企业主可以放心的录用我们这样子。如果需要证照的话，我会建议他来这边，因为这边的老师真的蛮认真的，讲完他就会叫你实做，这样你就比较记得清楚，而且比较实用这样子。之前训练后还可以直接考取证照，训后3个月的就业率高达80%以上，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找到工作，对于待业中或是二度就业的民众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金属中心资讯课程，赞！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只不过有人睡着后就真的上演全武行，甚至伤害枕边人。其实这种现象呢，是一种名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的病症。据统计，得到这种睡眠障碍症的病人得到巴金森氏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四倍，尤其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要特别注意。梦境真实上演，大声吼叫，甚至拳打脚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做噩梦、梦游，或是白天压力大。偶尔发生没关系，要是十几年来不曾改善，那就要担心了，因为有可能罹患巴金森氏症。在我们台湾，以目前我们高一睡眠中心手头的资料，大概至少也有40%会转变成神经退化性疾病，而最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就是巴金森病。或者跟巴金森病相关的退化疾病。58岁的老林前一阵子因为手抖与行动迟缓就医，经过高医大诊疗，确诊为巴金森氏症，并与过去常做噩梦、大声吼叫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他做噩梦，把梦表演出来，基本上除非是很大力气的撞击，比如说他摔到床下来或撞到墙壁而让他醒过来，他才会记得他的梦境，白天他才会知道发生这种事情。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发生这个事情，也就是他的配偶睡在他旁边的人，那会有这种被他拳打脚踢击中，甚至配偶被他打受伤的情形。患者经过精神内科主治医师安排的完整睡眠检查后，老林不但患有巴金森氏症，晚上大声吼叫的情形其实是一种病症，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常常出现于许多神经退化性疾病的前期。快速动眼期睡眠行为障碍症的治疗方式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我们给予特定的调整快速动眼期的药物，它可以达到90%以上的控制的作用。那么不吃药它还是会复发，但是控制对它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个，它睡得比较好，有精神，它可以减少退化的现象。第二个，它会减少睡眠伤害，比较不会去撞到墙壁摔下来，也减少头部外伤进一步退化的机会。医师也提醒，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症与失眠梦游并无直接关联，民众无需太过紧张。不过要是家人有以上情形发生，还请尽早就医咨询，避免病情过度恶化。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农民历带你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10月21号星期五，农历9月21，适合纳采、订盟、开市、交易；不适合入宅、上梁、出火、泄土；冲马、煞南方。27岁及87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明天再会。我是高雄的囡仔，伫外口做工课的时阵，上怀念的是土地的香味。回来这种菜三年啊，我希望每一个食到我种的菜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我的用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